壮族是少数民族吗？壮族是少数民族，中国主要有56个民族组成，除了汉族以外，其他都称之为少数民族。中国的56个民族分别为汉族、蒙古族、回族、藏族、回吾尔族、苗族、彝族、壮族、布依族、朝鲜族、满族、侗族、瑶族、白族、土家族、哈尼族、哈萨克族、傣族、黎族、傈僳族、佤族、畲族、高山族、拉祜族、水族、东乡族、纳西族、景颇族、柯尔克孜族、土族、达斡尔族、仫佬族、羌族、布朗族、撒拉族、毛南族、哥老族、锡伯族、阿昌族、胡米族、塔吉克族、怒族、乌兹别克族、俄罗斯族、鄂温克族、德昂族、保安族、裕固族、金族、塔塔尔族、独龙族、鄂伦春族、赫哲族、门巴族、洛巴族、基诺族。